马路旁一名女子跌坐在地，就连单车也倒卧一旁。只见一名男骑士靠近她，接着竟狠狠地一把抓起她的头发后，自顾自跑掉。我尽量要叫落来。好心民众目击一切过程，看不下去，加速追上前，没想到还是被这名男骑士落跑，只好报警处理。你怕人，你莫走哦。我唔是甲怕，伊逆向行驶。逆向行驶，你嘛袂当敢怕。我袂使甲怕。你袂当敢怕，你唔知哦。伊甲错啊，是大。伊甲你错，你袂当敢怕。你会当甲过呢？你要停呢无？你叫甲过，好不好？不止被扯头发，手肘内侧还有挫伤，女子伤痕累累，坐上救护车送医包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骑士哈有这个动手去拉扯这个女生的头发了，这个涉及到刑法277的伤害罪。原来当时女子骑着脚踏车经过台中市大里仁花路和成功路口，疑似逆向，差点和这名骑士相撞，两人发生口角，先是互相飙骂，结果越演越烈，骑士气不过，扯发动粗。疑似打的那个人，他算肇事吗？他这个现场当然我们是要再厘清了，因为据我了解他是没有发生到碰撞的。究竟是不是女子违规在先，警方还要厘清。不过骑士动手动脚就是不对，幸好有民众录下过程，好让警方依车号追人，要骑士到案说明，给个交代。记者陈思远、王世涵台中报道。